各位法师，各位弟兄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首先谢谢今天是讲经最后一天，然后请看幻灯片，非常庄严佛家寺的六义如意和观音。首先也感谢法照大和尚，还有感谢普文法师，以及感恩阿弥跟所有的义工，让今天法会能够圆满。那明天呢还有两碗老菜，所以我们把握时间，今天晚上先要介绍点灯，请各位翻开讲义。最后点灯祈愿文，请看81页。点灯是在《佛说施灯功德经》里面讲的，是非常殊胜的功德。在南传、北传跟藏传呢，点灯跟发愿是非常殊胜的。今天我会介绍由尊贵的大宝法王亲自作曲，然后由阿鼻霞尊者作词。那因为在座有一半的莲友都在净明佛学生听过经。所以为了节省时间，所以我就讲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当遇到人他生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希望说 How can I do something for you? 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？其实有很多方法。第一个是为他点灯，第二个在心理上鼓励他，第三个当然佛教大乘佛法里为他诵经，或是做任何的功德他都会得到。但最重要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里做，第一个 physically， 第二个 mentally， 第三个 spiritually。 所以呢，在 physically 他假如生病的话，他就应该去看医生，透过食物或是这个医药而帮助他，因为我们有这个设身，就像我们有车子一样，车子是要定期保养的。你不能说现在没有汽油，然后说 OK， 我们还是开 Super Highway 交给佛菩萨保佑，那会发生车祸的。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，而是你没有智慧去观察到它需要很多的条件。第二个，心的力量会很大，所以你去鼓励他。从阿含经讲，要思维善法，善法让他想到人生虽然很苦，可是呢他这一生是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。第三就是为他点灯祝福与发愿。传统上我们都讲，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成佛。那所以当你发愿跟点灯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升起喜乐的心，就像幻灯片一样。在尼泊尔加德满都满愿大佛塔，我曾经呢台湾很多的团体点过10万盏油灯，大概要3万到5万的心币，点3个小时，而且请所有的僧众一起修行诵经，最后广大的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莲师亲自见过的满愿大佛塔。莲师曾经发愿，反正在这个塔面前你所发的一切的愿望都会圆满，所以你要注意自己不要生起恶念。因为点灯就像藏传佛教的摩尼宝一样，会满自己的愿望，也会满一切的众生的愿望。所以待会会分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叫点灯，请看讲义81页。我会唱六字大明咒，请大家在唱的时候做专心的观想，你就可以发愿，观想自己跟一切的亲朋好友，不管是在世的或不在世的，或是今天有来的或没有来的，都可以得到无量的功德。对不起，音响关小一点，你的回音太大了一点。然后呢，所以点灯是最重要，像幻灯片一样升起广大的菩提心。这是台湾阿里山的日出，旭日东升的太阳。第二，我们点灯就像我们的心像蜡烛一样很小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在冷气房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感受到说冷气呢风一吹啊就把你的蜡烛给熄灭，这说明呢我们的心念就像蜡烛一样，常常要护念自己的正念正知。
妈妈，你的心量要扩大，待会念的时候，请你向右边，不要站起来，向右边，向后面传，一起念六字大明咒，希望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心可以加持所有一切的众生。你也要观想你的心量像灯塔一般，最后你透过修持，就像太阳遍照着无量的这个全球的都市，这个是点灯跟传灯它真正的用意，点亮你心中的菩提心灯。啊，接下来会看这个81页发愿文，这是阿毗沙尊者当初被邀请进入西藏，当时西藏就像民间宗教广播一样非常的猖獗，所以他每到一个寺庙他就供灯发愿，所以发愿文在81页第17行，嗡奔扎奥给阿后，这叫做神变咒。你要观想你的灯一盏变成左右前后，将五盏上下变七盏，七盏向右旋转，无量无边，所以观想力很重要，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。最后翻过来唱诵文82页，因为传统上在这寄诵仪第三诵愿与弥陀合为一，待会在唱的时候会放 MP3， 所以会放3遍，请各位大声唱。第一遍可能慈光的莲友有些不太清楚，没关系，你用听的一样可以发愿。第二遍跟第三遍请大家大声唱。若是一个人做的话，你也可以把愿与观音合为一，我改为愿与药师合为一，这是可以改的。但是在这祈愿文里面呢，是先唱弥陀合为一，因为阿毗沙尊者也主修度母观音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当然你也可以改为愿与药师合为一，将来你可以自己改。最后到第82页第8行，德亚塔恩扎吉亚阿瓦布达那约受罗哈，这个叫满愿咒。所以当时你在念这个唱的时候，可以请你捧在心间，请你向右旋转。各位老菩萨，你的右一定是跟师父相反的，你的右边是哪一边？手举起来。对，你一定跟我反方向，我的右边是这个。有人看到跟师父一样，那我的右手边，那你刚好是左手边，那你供一供就变外道去了。你的右手边，各位晚上有吃饱吗？由下而往上，向右旋转，代表圆圆满满。最后我来一张，啊，这是藏传佛教供灯的仪式，你不用紧张。然后呢，由下往上，不用由内往推，像很多人这样，像嬷嬷一样，你要由下往上，代表圆圆满满的意思。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唱阿弥陀佛。啊，因为有些众生呢，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很多灾难。些往生的众生，所以就会有传灯，不要站起来，一个传从中间往左右排。你看现在看到站了所有的干部像天龙八部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就准备帮你传灯，你传呀，唱阿弥陀佛，这时候观想所有的众生坐着大宝莲花，像大海一般，一直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无量光佛的净土。那今天点灯就圆满。先点灯，因为它要花时间烧，所以点了灯以后，我们才开始讲经啊。这是我今天所要做的，所以先唱六字大明咒。请普恩法师啊，安乐，不好意思，一个上不来。好，把心静下来，唱六字大明咒。Om
现在请你用一只手捧着你的，用右手捧着你的灯在心间，这样的，就是手前面心间，然后呢看着81页，我念一句，你跟着我念一句，你发愿。发愿的时候要观想一盏灯变三盏，变五盏，变七盏，向右旋转，无量无边。不要太紧张，我老是很紧张啊。供灯应该很欢喜的，不用紧张。好，放在心间。好，一起念：愿灯具，愿灯具，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，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。愿灯柱，愿灯柱，锦城须弥山王，锦城须弥山王。愿灯油，愿灯油，锦城汪洋，锦城汪洋。此灯之术，此灯之术，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，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。愿此光明，愿此光明，消除三由顶以下，消除三由顶以下，无间地狱以上，无间地狱以上，所有无明之黑暗，所有无明之黑暗。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，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，皆得显明亲见，皆得显明亲见。唵本扎阿罗伽阿吽，唵本扎阿罗伽阿吽。好，现在捧在心间，需要一点时间啊，小心不要灯油打翻了。然后呢，现在准备唱点灯祈愿文，你会唱的人就大声唱，不会唱的第一遍用听的。然后你在心间观想这盏灯共贤劫千佛，妈妈了这是的人。Yeah.
所有的众生坐在大莲花往生极乐世界。因为只有听闻佛法以后，你才会把佛法用在转动你的身口意 body, speech and mind，
只有你转化了净化以后，它才会产生力量。接下来看下面己三文殖供养，请看第62页第28行。何况广闻是经，若有人教人闻这经，我自己受持，自己受持就是你自己读诵或礼拜，我教别人也修持受持，说自己书写，我教人书写。那教人家书写，书写古代佛经是要用抄经的，现在印刷术很发达，流通 DVD 或是流通经文，这都不是书写的范围。如果教人书写，现在有些道场也会叫人家发愿要抄经，这个也是很好的。假如你抄很多经，那最后呢，年底呢，里面大悲神咒或是心经，把它火化，然后把它烧掉。那传统上在西藏或是在印度，是把抄的经呢放在佛塔里面。我想现代呢，因为讲求全球环保，所以这个智慧的主力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，假如你没有办法读诵或抄，你起码可以像下面的经文，请翻开到63页。若有人以香花、灯果烛或璎珞、传方宝盖，然后是点灯、酥油灯，供养《妙法莲华经》的经卷，这样的人，以上无量的方法，只要做一种专机，都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最后能够成就佛一切种子的智慧。好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。有一个莲友问我说：“师父，请问要怎么《妙法莲华经》如何拜？一天拜多少拜呢？才圆满？你自己决定啊。每个人的时间体力不一样，你可以拜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，你自己决定。然后你可以一字一个拜落。那拜的时候念什么偈颂呢？”其实没有固定的，你可以念忏悔文，往昔所造诸恶业也可以，要念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也可以，这个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好，接下来再看下面己巳，在63页第10行。这个身性观尘，它必须要透过禅观，请看经文。阿弥陀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听到我说佛寿命长远，身心性简，则为见佛。请把身心性简画下来。你要有身性坚固不动的这个心相信，而且要了解它的意思，这时候你就见佛。这里的讲见佛是什么？见法身佛，讲见到佛的教法。后面我待会会讲定中见佛。那在这里讲，你有身心性解，就是如见法即见佛。常在集舍学瞻中供大菩萨，诸声闻众围绕说法。假如你在念的时候也能够升起观想，那就很好。若没有的话，只要前进心也可以。又见此娑婆世界其他的琉璃坦然平正，像阎浮檀经。以戒八道宝树行列，诸台楼观悉皆宝城。所有释迦牟尼佛所度的与会大众菩萨，全部在虚空，在大众当中，有能如是观者，这叫身心性解相。所以可见身心性解相，它有深浅。简单的讲，浅呢是对它有坚固不动的信心，就像你像那刚才供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你想这佛牙寺的六臂如意的观音就在你面前，你有想的你就升起专注的前进心，这是最浅的。第二个就是能够熟读经文，第三能够随文入观，这就要慢慢练习。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，释迦牟尼佛所住的地方也是黄金为地，琉璃宝树，跟西方极乐净土是一样庄严的，只是我们凡夫看不到这个境界而已。接下来看63页，悟二，明灭后五品分二，己一，列五品出格量后四品功德分二，更一长行文，请翻开64页。
第四行，心一直起随喜心，请看经文。又复如来灭垢，闻道是经而不回子，所以不要诽谤。你不修这个法门，你不要说大乘非佛说，那你会堕地狱的。事实上呢，很多人有意无意都会诽谤佛法。尤其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在看今天佛堂的时候讲到地藏法，你知道当地藏法门是在虚空当中的时候，所有的大菩萨阿罗汉站起来都要向佛忏悔。忏悔什么？在过去是有意无意啊，我都谤过佛法，都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，所以我们诽谤过佛法，所以我们会造很多的恶业。其实诽谤佛法大概两类人最容易，第一个是外道徒诽谤佛教，第二个是佛教徒，你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教你，学一不精就批评其他的法门，你也在谤。所以其实我们都还没有修很多的功德，我们常常在自赞毁他，在毁谤其他的佛法。男传毁谤大乘，大乘毁谤金刚乘，金刚乘看不起男传。其实你真的都读戒律的话，都违反菩萨戒的，这些都是佛的教法。所以当你升起了毁谤的心的话，你要忏悔。那法门有很多，所以你应该生随喜心。我下午说过，佛开无量经文，无量的咒语，你不修并不代表这个法门没有人在修啊，有恒河沙数的人都在修行。当知以为身性解相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希望读妙法莲华经的人，虽然你是为经中之王，但是也不要毁谤其他的法门，其他的法门为其他的众生是有它的利益的。看喜，所以心一叫直起随喜心，心二加上受持跟读诵，请看分二标人一标人相，何况你这个人能够昼夜诵读妙法莲华经，乃至于你诵持普门品是很好的，乃至于受持就是呢了解经文的道理而真正的去实践，这个都是很殊胜的。好，接下来再看64页18行，格量功德，斯人则为顶戴如来。当你念妙法莲华经的时候，就像你头上顶着释迦牟尼佛一样。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假如你修法华经的人，你不用单独为我在盖寺庙做僧众的房间以及四世供养。注意听这一段话，要听清楚，佛没有告诉你说不要做这些。前面第一天我讲过，塔是很大的功德，也是佛说的，但是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说，假如又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你的经济或者条件因缘没办法建寺庙，没办法建塔，你甚至看到出家人很想供养他，你也没有金钱没有能力，你怎么办？念妙法莲华经，用法的功德帮他回向，就可以代替有形的一切的建设。所以要听清楚，佛没有说不可以建塔，不可以说供养出家众四世供养，这个也是佛教我们的。但是你若能力不够的话，你好好的精进修持就是最好的供养。答案是什么？所以者何？请看经文64页21行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是妙法莲华经，你在念的当下就已经建了无形的多宝佛塔。请看经文，唯以其塔，你已经建了无量无边看不到的功德的多宝佛塔的功德，造立了身法供养僧众，甚至这个功德呢，就像呢塔中间可以供佛子的舍利，一直高到呢由小慢慢高到大梵天王的宫殿，都可以看到你修妙法莲华经的功德。所以诵法华经的法会呢是非常殊胜的，在台湾东南亚有很多道场都诵法华经，也有很多的感应，那是很不可思议的，是因为法华经本身就很不可思议。接下来假如你能够随分随地有悬各种传方宝盖，拿各种宝物宝铃花香灯火烛璎珞墨香竹香烧香，乃至各种唱赞祭乐啊，
乃至各种微妙的音声，做梵拜赞颂，都会呢为无量千万亿劫做如是广大的供养和功德的。所以不要小看拜忏或是做法会，事实上它利益很多很多名扬两利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最后再看65页，新山65页第14行，假如你能够自己读诵，甚至教别人也修，那功德就更大。分二，人一标人下，请看经文65页第17行，阿逸多，我灭度之后闻是妙法《莲华经》，若有能受持，若自己书或教人书，当然很好。更重要的呢，应该是劝别人也修，这个功德会更大。请看，则为起立僧法，以红色的旃檀木做各种佛庄严的殿堂，有32座，高8多罗树，而且用各种高广庄严的，请百位或千位的比丘住在其中，一起念妙法《莲华经》。然后呢，用各种园林、沐浴、精行禅沽、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，一切所有的四事供养，也都尽力的供养，充满其中。如是的僧法堂阁，就像若干百千万亿其数无量，以此现前供养于我及比丘僧。这里的我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真正要你的是呢，真正修行和将来成佛。举一个例子，假如现在你生日了，各位昂托哥安迪，你的儿子女儿呢冲你说爸爸妈妈 Happy Birthday， 然后呢在新加坡买礼物给你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就很开心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儿子女儿想到你的生日，你一定说不用的啦，不用的啦，这么客气，其实你心里还是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悟到了一句话，女人啊，嘴巴讲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当孩子买礼物给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很开心？因为你由他的真心想到你，感恩父母的恩德。可是呢，事实上你不是在乎他给你的礼物多跟少，你在乎是什么？他的那颗心。然后呢，那你就会对儿子女儿说，哎呀，爸爸妈妈老了，你不要让我操心啊，你只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啊，对社会国家有贡献就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定是天下父母的祝福。同样的，观世音菩萨、多宝如来、释迦牟尼佛，他不会太 care 你拿什么东西供养他的，因为佛本身已经成佛了，万德庄严的佛陀，他什么都不缺啊。他缺什么？缺呀，你不要混得太凶了，好好出轮回，早一点成佛吧，免得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诸佛菩萨生生世世都要到架子上来度你，多辛苦呢。就像母亲一样，就像父亲一样，你对孩子呢，你会说你只要真心的孝顺爸爸妈妈，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妈妈就很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不要做呢 trouble maker， 制造麻烦就可以。至于他给你的礼物呢，只是英文叫做 symbolism， 象征主义。同样的，刚才我念了这么多香花灯火烛供养，其实是在你的心。就算你拿一朵花，对不起哈，借你一朵花，我一朵一朵玫瑰花，玫瑰花也可以供佛啊。谁说玫瑰花不可以供佛的？我很爱佛陀啊，所以我出家了，对不对？我嫁给了佛陀吧，可以这样说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一般的玫瑰花呢，是呢送给情人，可是就算你是一朵花，你可以观想为像刚才供灯一样变成七盏，变无量无边啊。因为你是心的力量，这个供花会遍满虚空啊。所以今天供灯是很殊胜的，为什么呢？各位，今天的供灯跟发愿，你会遇到贤劫千佛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唱文不是吗？供养贤劫千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答案是在你的观想力跟发愿力，请写下来。观想跟发愿才是你真正升起功德的主要原因。至于你钱能做多少，看你的力量。假如你心量又很大，观想力又很大，你的福报又很大，那当然功德就更大。
可是假如你没有很多的钱，你买一朵花一盏灯，很虔诚的供养，行劫千佛都会接受你的供养的。这是心的力量，心念力、发愿跟观想力才是成就功德的关键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再看下面经文，好，再看66页第14行、哦、对不起，66页第12行，心是加行六度波罗蜜。有些人要行六度波罗蜜，但不一定有条件。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啊，非洲 South Africa 有很多难民，你很想帮他，可是呢你可能连自己都吃不饱。有些人做文武百官、王公贵族或是富贵人家，也做很多钱。你看美国，对不对？虽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信佛，可是你看每一次演唱会，美国的 movie star 他一捐都是几百万美金的。他为什么有福报呢？因为他本布施嘛。他虽然不是佛教徒，可是他一样行六度波罗蜜啊。所以有些人有能力修六度波罗蜜，有些人没有。这里讲心事，请看66页第12行。假如你有能力能够正修六度波罗蜜，分二人一标人相，请看经文。况复有人能持是经，持妙法莲华经，不要理解为说哦，我念经那六度就不要，不是这样理解。这里的经文告诉你，除了你念经、念佛、念咒，你应该随缘随分地行六度波罗蜜，兼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，这里是指禅定、智慧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种六度波罗蜜的因不同，所以果报不一样。比方说，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法布施多，所以老师都很聪明，但老师不一定都很有钱。有些人老师是穷光蛋一个。有些呢老师呢是非常有福报的，所以是每个人种的因不同。第二个，医生跟护士，假如好心的医生跟护士，他本身种法布施啊、无畏布施的因，所以医生跟护士，正当的医生跟护士身体都很健康跟长寿。像我们桑叶精舍有长庚医院的这医护人员，他身体就很健康。为什么？医者的时候他都发心啊。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报，有些人种名的因，所以名声遍满十方；有些人种财的因，所以大富大贵的果报；有些人种呢健康长寿的因，所以他身体很健康；有些人种呢用佛法去教导众生，所以他智慧很高。每一个人的因是不一样的。佛陀是百劫修相好，千福修庄严的。接下来再看人二，格量功德，其德最为殊胜的是什么呢？无量无边，譬如虚空东南西北、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无量无边。世人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修妙法莲华经，它的功德是